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记，养多肉5年了哦，第一次把多肉往家里搬了。你看看，这都是瓦斯，搬到这个大厅这里，就瓦斯了。搬现在八盆了哦，上面还有一些，准备给它搬下来看看。怎么样哦？要不叶子全部都是这样干掉，全部都是这样干掉了。然后我再等一下，在空调房里面慢慢再给它整理一下。还有几盆，青椿要搬下来。你看看，搬好，我下午整理，再给大家拍一拍哦。先放在这个空调这里啊。上面太热了，实在太热了。好，先放这几盆下来哦，因为有些都出现问题的，看看他们会怎么样。我家这时候空调开20度哦，20度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客厅。啊，这里范围还比较大，先换几天看看哦。如果不行，杨姐也无能为力的。现在要把它的枯叶好好的给它撸一下，那枯叶太多了，你看到处飞，飞的满屋子都是哦。拿了两个脸盆啊、哦，装这个枯叶，把那个盆子放在这个脸盆里面，不要枯叶到处飞，你看很多啊。那就丢在地上了，只能在空调房里面慢慢。那上面还有几株粉绿屋比较好，那等傍晚的时候再去搬。这时候很热，没办法搬，人都会搬晕倒了。看看叶子都这样焦了，太难为他们了，又不能浇水，又高温，肯定是叶子会这样子，跟烧焦一样的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很难，很难哦。啊，以上就费了这么多枯叶，我叫姐夫哪个布垫底垫一下。这样子还是会到处飞，等一下还要第二次做卫生。才搬十几盆下来哟、哦，看看。看看上面能不能整理一个架子出来，那个架子放在下面。就是要把这些枯叶撸，要不枯叶就会丢在地上。那个空调房里面慢慢撸，而且上面没办法啊。今天中午我这时候还在楼顶，吃不完。今天没办法了，看看都浇到这样子了。刚才12点多，在楼顶真的是待不住的，电风扇吹的也没用，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。棒，第一次在空调房里面整理多肉哦，来看看，搬下十几盆了，好像都很焦了哦。
啊，我这样正在入库役，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喽。那这就迈巴赫，所有的存金都交了。继续脑洞，继续脑洞，撸一下，看着还可以。大家看，钢板十几盆下来哦，然后要慢慢搬下来，可能今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再去搬。啊，不知道放在这里行不行哦？好。第一次把法师搬到屋子里面，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。刚才把这个枯叶都撸干净了哦，有一些像青筋都变很难看了哦，很难看了，不懂行不行呀？上这个是方法。那个是麦巴克，只剩下那么点点哦。然后这个是香奈儿，这几株都是荔枝或者青橙，这株也是小香奈儿，这个是谢墨醉，啊，这些都是青橙。哦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哦，拜拜。后来搬到客厅的法师哦，就是这样放着，有三盏补光灯，是那个美女兔兔给我的，然后我就这样放着哦，然后这个架子也是他给的，都是他给的哦。他说还要再买两盏那个有脚的，这两边再换一下，我还没有去买哦。先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我今天还给他们都浇了一点水，我还不敢浇大水哦。先浇一点水润润唇，先让它先长根，然后后面才能再浇大水。来看看，有三盏补光灯，然后这个补光灯，要开，每天都要开足十个小时。然后我早上这里，我窗帘拉开，窗户打开，还有很大的太阳。然后我可能没有开到十个小时，我就觉得很热，烤焦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先试试，如果行，明年就是说，井内的井比较多的。法师，你就可以放在空调房里面，没有井的，基本放在楼梯是没有事情的哦。有少量一点，两个台子，大概二三十本，买这样的灯也挺便宜的。他说只有200左右这样的灯，啊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我今天。就给大家拍一拍，本来都是放在地上，啊，我还以为就自己放在空调房里面，啊，能够让他们缓口气，不干死。然后他知道了，就给我拿补光灯，啊，教我怎么养。现在就是这样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在上面，啊，都干得差不多了，惨不忍睹了，这时候也没有什么。特别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给大家、啊。那我拍这个视频也不是说让大家就是用灯养的哦，只是说我今年法师比较多，大家也知道，也基本就是美女兔兔的。然后我看着一直干掉，太可惜了。然后我就把它搬到一些空调房里面哦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哦。拜拜。